Showtime， 她向姐妹展示空气英语。我们天天被那个淘汰了，为什么？本来有句词儿，结果被 diss 了，被删除了。但是那句词的问题主要是不是我，是那句词多余，而不是我。我天天在分配，我到底在哪边？我是多余的。哎，我也会说英语 ，A B C。一会儿看着哟，不是我不敢在这个人面前说英语，我跟他说一串儿，你念来一串儿。他说一串儿，我就说，我就说 ，OK，I think so。哎，这样我们说一段空气英语好不好？就是那种没有什么意思，全说错那种。他先团空气英语听力考试正式开始。阿奇玛，这是英语，我给你来一段吧。什么叫无效的语言？来 ，OK， I'm looking for comfortable with this French meeting. You know， 傻老妹儿。